大家好啊，我是乐浪星，刚刚去市场买菜回来了，然后浪浪、乐乐还有小花都在门后面等着我。嘿，乐乐、浪浪、小花，我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小花、浪浪、乐乐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哦哟，哇，一下扑过来，浪浪力气可真大。可兴奋了，乐乐乐乐，好欢快，好欢快！哎呀，摸摸摸摸摸摸，摸摸摸摸，甜甜甜甜，乐乐乐乐，哎，摸摸摸摸，小花也摸摸摸摸，哎，娜娜摸摸摸，来，现在煮东西给你们吃。乐乐、小花，还有浪浪，让他们出来玩一下，然后我煮饭去了。逆行的两块鸡胸肉。小花好像快生了耶，我得好好准备一下接生的东西。我给小花弄了一个窝，不知道这样行不行。这是在客厅的，然后这里还铺了一个旧衣服，可以给小花到时候生产的时候用。也不知道小花什么时候生，不过我感觉也快了。处理好，好迷茫。小花，你什么时候生啊？你这个肚子那么大啊，估计都有四五胎了。愁死人了，愁死人了！你什么时候？你生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啊？好迷茫啊，好迷茫啊！又改良了一下，打算到时候小花生的话就这样，给她一个隐蔽感、封闭感，让他有个隐秘感嘛，这样应该比较好一点。小花，你到时候在这边生好不好啊？乐乐乐乐，小花准备生孩子了，你们不能打扰他哦，知道没有啊？小花，那你在这边睡觉咯，好好适应一下。我现在好迷茫啊，到时候小花生了该怎么办？我应不应该去他旁边帮他接生呢？还是不管他，还是离开点，让他自己生？然后生的时候，到时候狗狗生出来了，浪浪和乐乐怎么看好了？要是小花生完那个小狗，浪浪乐乐走过去，然后打起架来又怎么办？一想到这些，头就疼。太无助，太迷茫